阿嬷，你会烦恼我无结婚，老来无伴吗？那会啊，阮家的雅婷生得遐尼水，阁有眼光，一定会选择一个幸福的伴，互相照顾啊。你是我的乖孙呢，阿嬷的优点拢嘛传予你啊。你还阁遮少年，应该比我较有信心才对啊。来，一块玉仔是阿嬷的嫁妆，即马送予你，你着爱健康平安，才能找到一个好伴。哦，阿嬷，阿嬷，今日是清明，我来看你啊。啊，阿嬷在这里。阿嬷，这是怡君啦，你之前有看过，阮顶个月结婚啊哦，今日特别出来予你看。阿嬷你好。今天的润饼是阮两个人斗阵准备的哦，内底有你上爱食的青菜甲土豆腐，你食了会欢喜哦。阿嬷，我就想你了。哎、欸，阿恁家算寻家一个查囝，这大汉我拢唔知，穿甲阁遮尔像查甫的。嗯，迄阮乖孙仔挺会搬啦，过年前才结婚尔尔。迄两个查某会当结婚哦、喔，也是通讲迄种同性恋啊？对啊，做伙十年啊，实在不简单。我是无啥了解遮少年人的想法啦。两个查某囡仔困做伙，阁办桌请人客，敢会收超过？啊，法律怪有准准？嗯，是也袂啦，但是迄嘛毋是会当选择的啊。生来就拢较喜欢查某囡仔，无法度啦。就像我嘛无想到你这加倍人咧做厝边，同款道理啊。啊，因两个人感情稳定，双方爸母有人看过啊，熟悉啊，办婚礼留咧一个嘛袂歹啊。啊，恁因够法度生囝，你敢袂烦恼恁搭遐闲着安尼回去哦？哎，我是袂烦恼这啦，因要生无吼，嘛是家己想好清楚才决定啊。恁以后等因爸母往生，还是伊嘛往生，啥物人甲你拜？啊，啥物人拜伊呐？啊，拜无嘛心意，然后想到即个嘛吼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听讲即摆做侪人有啥物树葬、海葬，小小做肥料，也是夜伫海内底吼，清清气气。我若较早往生的吼，嘛免安尼做，毋免予子孙咱麻烦。哎呀，我是无想要恁兜遮尔对流行啦。阮囝吼出国读到博士，回来娶一个新妇真水啊，啥物事业嘛真成功，生一个查甫孙吼，外缘投汉草外领好个呢。人即摆咧读研究所啦。哦，安尼嘛真好啊！你即个做妈的吼，虽然无伫身躯边，嘛敢做放心吼。哎呦，马马虎虎啦！啊，你看，你看，哎、欸，阮囝跟阮孙来安尼，一年无看，阮即个乖孙吼，搁较悬，搁较缘投啊啦。我吼，就是毋忙，已经交一个女朋友，甲娶入门，今生一个囝，阮翁家乡会就有啊呢。我即个做妈的，嘛当对祖先交代啊啦。叫你准备好出门就不听。你看路上塞个几个小时，我哪知道花店那么晚才开门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！你不会昨天晚上就准备好吗？奇怪了，要怪的是你家的人哎，怎么什么事都我在弄啊？什么你家我家？她也是你妈？哎呀，算了吧，活着的时候都没给我好脸色看，只会在旁边念念念，这个没做好，那个也不会，叫她一声妈已经够忍耐了，现在还要指这个，不必了吧？你，我怎么样？你也没有读孝顺了？她住院你去看过几次？兄弟姐妹说感情有多好，我也不信了。人死了才看分一分，就通通不知道跑到哪里去。清明节都不用来拜啊！你，我不跟你吵，回去再说。本来就是啊，活着时候就不亲，死了才大包小包的来拜，少假了啦。阿明，你一直滑手机是有多少事要忙啊？不会过来帮忙吗？去点香。你们很吵哎、欸。那呢那呢，不好嫁不好媳妇啦，起来下明珠哎，不然要卡小。莫生气啦，恁孙看起真乖，佮真正真缘投，一定足侪人要佮伊熟识的啦。你看，伊头咧耍手机啊呢，佮真侪人开讲啊。阿哥看拢查甫呢，哎，爱拢无穿衫啦。恭喜啦，你有查甫新妇啊呢。君，时间差不多咯。阿君啊，阮阿婷较含慢，你得爱佮体谅，佮照顾。我知恁两个做伙会较辛苦，但是若有心吼，一切拢会平安顺遂的啦。这块玉仔阿嬷送你，
恁两个着爱平安幸福，快快乐乐，甘好。阿嬷，谢谢你，我们下个月再来看你。